We grew up watching Mr. Tong's movies, and that. 薪火相传，永不熄灭，让不停旋转的。青梅竹马的男孩侯家和女孩屈然从小生活在同一座机关大院，但两人爱情中有着来自两个家庭的阻挡。他们坚信爱情和时间可以弥补这段仇恨，可这一等就将是12年。俄罗斯节最佳女演员奖，中国情人节，赵薇，恭喜。评委会评语，首先我们看到了她的美丽，接着我们又看到了她作为女演员所具有的感性和细腻，突出表现了她的才华。演绎过去的时光对任何一个演员都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感谢你，赵薇，我们透过你那双神采的眼睛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情感。Her beauty comes into our mind before we witness her sensitiveness and her intelligence as an actress. It is a challenge to interpret the pastimes to any other actor or actress. Thank you, Zhao Wei. Through your sparkling eyes, we find plenty of sentiments. 请看大屏幕。和你住在同一个院最佳女演员奖，赵薇，中国影片《情人节》。Best Actress， 赵薇 from China for her performance in A Time to Love。我们有请最佳女演员获得者赵薇上台领奖，恭喜赵薇。赵薇，谢谢我们的，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今天对赵薇来说一定是非常难忘的一个晚上。我们已经揭晓了好几个奖项了。